欢主播的小哥哥小姐姐们手机户左上角，我的名字旁边有一个黄色的关注，大家麻烦帮我点一下。然后电脑用户右下角有个直播时通知，我大家麻烦小对勾，帮忙勾一勾，谢谢。喜欢我们992的，每天晚上7:30有个992星星秀，电脑用户小哥哥麻烦帮忙点一下预约，比心你们。好了，不跟大家多说什么，对，麻烦帮忙点一下992星星秀的那个预约，谢谢小哥哥们。第一个舞蹈给大家带来一个古典舞里面的彩纱舞，叫这首歌叫《梨花落》。想看我跳爵士啊？第二档，咱们不见不散。
谁说的再见，再也回不到初见，梨花落尽思念放下了，心又再疼一遍。是谁说了明天，却不给任何时间，梨花落了数十年，最幸运曾和你擦过肩。是谁说的再见，再也回不到初见，梨花落尽思念放下了，心又再疼一遍。是谁说了明天，却不给任何时间，梨花落了数十年，只是上天最舍得成有人送我棒棒糖了吗？哈喽二哥，感谢以身以世送的棒棒糖，谢谢谢谢。该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彩沙舞，喜欢主播的麻烦手机用户左上角我的名字旁边有一个那个关注，大家麻烦帮忙点一下，谢谢。电脑用户右下角有一个直播时麻烦通知我，大家麻烦帮忙勾一勾。喜欢我们九九二星星秀的，在贵宾席旁边有一个每天晚上9:30，大家麻烦帮忙预约一下，谢谢。还有我们那个二麦的子阳，大家也可以帮忙点一下关注，谢谢。好累呀，我为什么要披着头发来跳舞呢？真的是够了。好，第二个就给大家带来一个扇子舞。给大家带来一个扇子舞，要不放第三个吧，给大家带来第二个舞蹈社戏。是一个就是京剧古典结合的一个舞蹈。是一个剧目。
不经意呀雨光景，远处村庄将声息，依稀的是你，人潮中红红绿绿，阿婆茶香似往昔。时光重叠在年少的我，锦衣水袖轻唱一曲，弹指间岁月换了红颜，不知你秒了，妈呀，我又跳了两个，是我跳的太长了吗？谢谢大家，喜欢主播的可以帮主播点个关注，对，喜欢主播的可以帮主播点个关注，左上角电脑用手机用户有一个那个黄色的，在 主播的名字旁边有个黄色的关注，大家可以帮忙点一下，然后电脑用户右下角有个直播时空主在门上勾一勾，然后我们的第二麦是我们的子阳，是刚才那个漂亮的小姐姐，子阳小姐姐可以右键有一个可以关注她，谢谢大家。然后喜欢我们九九二星星秀，燃爆星星就在这儿的，在贵宾席旁边有个九九二星星秀，大家可以帮忙点个预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